媳妇。快告诉我，篮子里放的是什么？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揪到我大哥的手臂啊！说，是高家的孙小姐，赵总管要我们淹死他。什么？这个死心贴脸的东西！现在孩子呢？说，说，就在湖边。大哥，你看，还真是个孩子啊！哪个父母这么狠心，竟然把孩子丢在这儿？来，叔叔抱啊！别哭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这孩子挺可爱啊。是。哎，李大，你母亲和你老婆不是一直很想有个孩子吗？哎，对呀，好主意。哎，那就把这孩子带回去吧。把他带回去，他一定很高兴啊。哎，走，回去，走。哎。秀慧。秀慧，秀慧，啊，秀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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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到底在哪儿？小慧，婉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说过我会保护小慧，我会照顾小慧。现在她被害死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婉如，我对不起你，小慧。小慧。
真不好意思，让你帮忙照顾孩子。别这么说，你们这么好心的收留我，我帮你们照顾宝宝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再说，这宝宝这么可爱。带出来，走，走，走，老实点，走，站好，走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我动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把他送到警察局，告他恶意伤害。是是，走，放开我，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他，老实点，你。少爷，赵总管把我迷晕了，把蒋辉抱走了。少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有良，福德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？你要把他五花大绑送到警察局去。少爷，福德把孙小姐给弄丢了。什么？小慧不见了？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少爷，是赵总管，他把我迷晕后才抱走小慧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少爷，不是我。为什么？你把小慧藏到哪里了？你说，你说呀。少爷，您真是误会我了，弄丢孙小姐的确实是福德。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。你还想狡辩？明明是你贪杯弄丢了孙小姐，还想诬赖我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少爷。福德没有诬赖赵有良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，你居然派人淹死小慧。永祥，你说什么？小慧被淹死了？对，就是赵有良，他居然派他的手下把小慧丢进湖里淹死了。少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少爷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小慧那么小的孩子，她跟你有什么仇？少爷，你啊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他！你会？你打死他！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你把我的小慧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死！我要你死！明慧，明慧，住手！还给我！你住手吧！老夫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我真是冤枉的。明慧，有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还要冤枉他？妈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袒护赵有良？你知道吗？他淹死了小慧。老夫人，这一切都是福德在冤枉我，我对高家绝对是忠心耿耿的。我打死你！你这个混蛋！给我过来！给我过来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自从宛如家世高家，你就三番两次的要置他于死地。现在宛如死了，你连他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人？你这个畜生！你害死了小慧，今天我要你偿命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呦，放手！打死你！打
死你！你这个坏蛋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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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别打了！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快去放开呀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！哎呦！起来！哎，你别打了！你走开！你别打了！告诉你，你害死了小慧，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快住手！打死人的！打死你！婉如，婉如！婉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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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脸。有婉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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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慧，婉如不会有事的，她不会有事的，婉如。如果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就算丢了高家在南阳所有的生意，我也绝对不会离开你。永祥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婉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你打我，你打我吧，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。我知道岳父曾经把婉如托付给你，让你好好照顾她。可是我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婉如受苦。你打我，你打我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打我？你为什么不打我？明辉，明辉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我不会怪你的，要怪。就怪那个丧尽天良的赵有良，这个混蛋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我要他抵命。永祥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？难道，难道连你也相信他的鬼话，认为不是他派人淹死小慧的？不，我相信你说的，但是口说无凭。现在就算把他送到警察局，一样对他无可奈何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跟你一样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快点找到带走小慧的那两个人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只有找到那两个人，才能证明赵有良害死了小慧，才能将他绳之以法。明慧，我想宛如他一定会没事的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我先走了。
声声催泪连连，声声催泪连，凄凉声咽凉血，凄凉声咽凉血，君能去便苍白容颜，寒山我们夫妻的缘分已尽，这是我最不希望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对我们两个那么不公平？你那么爱我，我也一直想做高家的好媳妇。可是我们的女儿小慧被害死了。赵有良造成的这件事，也应该由我来做个了结。明辉，我走了。明辉，我真的好想跟你过着幸福的生活，看着小慧慢慢长大。看来这一切要等到来世。明辉，我们来世再见吧。您不能把宛如送去警察局，您不能把他送去警察局。住口！这种人，绝对不能让他留在高家。少奶奶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。慢着，请让我跟我婆婆说几句话，好吗？嗯。妈，妈，
从今以后，宛如不能再伺候您了，请您原谅我。妈，我知道您一直非常介意我曾经在寒香楼做事，但您还是用宽容的心接纳了我，我心里好感激，好感激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只要我遵守高家的家规，您就会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的疼惜我。可是妈，我让您失望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一直想做一个好媳妇，所以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尽量去做。但是妈，我实在感到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都做不好。妈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成为你心目中的好媳妇。妈，我又做错了，又让您失望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带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少奶奶，走走吧你，快走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宛如，走，宛如，宛如，请留步，宛如。
奶奶。赵月良，你还我小慧！救命啊！你还我小慧！来人！来人！你还我小慧！来人！来人！林婉如说的没错，像我这种人应该把我给杀死了，可是呢我没有死，这是我父亲他在保佑我。只要有我父亲保佑我的一天，只要我活着没死，我绝不会放过高家，也绝不会放过高家的任何一个人。少奶奶，她被关起来了。福德，你在比划什么？那么快，我看不懂啊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被关起来了。你是说，宛如被关了？宛如为什么被关？被关在哪里啊？快，跟我来。林婉如，有人看你来了。婉如，永香，永香，婉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？赵有良，他派人把小慧淹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那么残忍？为什么要这么心狠手辣？为什么？从前我在高家，不管他怎么折磨我、陷害我，为了高家，为了明辉的母亲，我都可以忍受，我都可以忍受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连一个孩子都不能放过？他只是个孩子啊！赵有良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绝对不能容忍，我不能放过他，我绝对不能放过他。宛如，赵有良作恶多端，的确该死，但是你也不该去杀他呀。我是小慧的妈妈，难道我就不能替他讨回公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孩子被害死，任何一个做母亲的都会心疼。宛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出去。有香，自从我嫁进高家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已经够多了。宛如，现在不要说这些话了，我会尽全力救你出去的。有香，宛如，宛如，明辉，宛如。对不起，我说过要好好照顾你和小慧，但我对不起你们母女。我真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丈夫，最无能的父亲。明辉，你千万不要自责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最好的丈夫，最好的父亲。只是环境所逼，不允许我们成为恩爱夫妻。
更不能让我们拥有一个甜蜜幸福的家庭。米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，这份恩情恐怕我来生都无法回报你。不，婉如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，我一定要救你出去。我伤了人，父亲现在又生死未卜，我不奢望还能够从这里走出去。婉如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要不惜一切救你出去。我不在乎我是否能够出去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小慧的生死，还有福星的安危。米慧，你一定要请大夫尽力救治福星啊。我会的，你放心，福星他不会有事。我不相信小慧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小慧就这样死了。你认为小慧她没死？当初我落水获救，那是老天爷垂怜，所以我相信，我相信老天爷他也一定会厚爱小慧的。只要没有找到小慧的尸体，就代表小慧一定没有死，他一定还活着。米慧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慧，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慧。 好，我一定会找到小慧，一定会带小慧来看你。还有件事，请你不要再拒绝景凤了。婉如，你这么多年来，景凤他一直为你付出，他帮你照顾妈，还照顾小慧，其实他真的一直深爱着你，你就不要再辜负他了。婉如，你真是太善良，景凤他那样对你，你还替他设想，替他说情。同为女人，我很清楚他的感受，景凤会那样做全是因为他太爱你了。婉如，爱不是妒忌，爱是全心的奉献，真心的相待。像景凤那种既由伤害别人而达到目的的爱，我不要。米慧，请原谅他，给他机会，试着接受他，好吗？你只有这样，只有这样，妈才会开心，我在狱中也才能够放心。婉如，你也别想那么多了。所有的事情，等你出狱，找到小慧再说吧。有良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老夫人，您看，不碍事，谢谢老夫人关心。我真是不懂，这个女人怎么敢拿着剪刀杀人呢？而且临走还说那些假惺惺的话。还是老夫人您最明智，只有老夫人您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家。我总想，当年我家发生的事情，要不是有您和老爷的帮助，我也许早就命丧黄泉了。所以也只有老夫人您知道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恩。老夫人，请您相信我，为了高家，我真的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啊。我懂，我懂。哎，
郑明辉，如果能像你这么懂事，那该多好啊！赵有良，给我滚出去！不要你现在马上离开高家。明辉呀，你在说什么？有良对我们高家尽心尽力的，你居然要赶他走？我看你是要活活把我气死吧！妈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？赵有良所做的一切，完全都是在破坏我们高家。你为什么到现在都在相信他、袒护他呢？妈，我们高家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风波，完全都是因为您太相信他，才给了他兴风作浪的机会。逆子！你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，你在责怪我和有良是不是？你也不想一想，把高家闹得鸡犬不宁的是林婉如，真正兴风作浪的人不是有良，是林婉如。妈，您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？明辉呀，明辉，我看你是完全无视有良对高家的付出，一再诋毁有良，甚至要赶他走。我告诉你，真正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妈，我想请问你，在您心中到底是他赵有良重要，还是我比较重要？你是我儿子啊，有良是我们高家的总管，两个人都是我一手抚养长大的，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你怎么能这么问我？好，既然你那么在乎有良，那我走。我离开，我离开。你说什么？妈，其实我也不想离开，但是只要有赵有良在的一天，不知道他还要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您自己好好保重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，少爷，让他走。让他走。老夫人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母子失和。我现在就去把少爷给追回来，然后我就辞职离开。不，有良，你没有错，你不要离开。明辉，不要我这个母亲，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，我就当从来没生过这个儿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少爷给追回来，您等着，我马上去把少爷追回来。高明辉，你走得好，走得非常好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，这是你应该要还给我的。我是说，也许是到了高家该还给我的时候了。
三七兄。哟，有良兄。哎呦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啊，托福托福，一切顺当。哎呦，这，这是我们家老夫人请您喝酒的。哎呀，谢谢老夫人。可是无功不受禄啊。哎，说什么有没有功？来来，这边请。哎，这，您请您请。来来哎哎，三七兄，这关于我们家少奶奶的事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哎，明白。少奶奶现在就收监在我辖区内的大牢里。嗯。哦，老夫人给我的这份禄，是让我在里面对少奶奶多关照点，是吧？嗨，关于这一点，您请老夫人放心。就算是她没有特别关照，我们对少奶奶也会多加礼遇，多加照顾一些的。不，您误会我们家老夫人的意思了。我误会老夫人的意思了。嗯。这你啊，这么做不太好吧？这，况且前两天高少爷还专程跑来找我，希望我在里面对少奶奶多照顾点呢。三七兄，你应该很明白高家是谁在当家做主，谁说的话算数。当然是老夫人呢。哦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请回去转告老夫人，请她放心，她交代的事儿我陈三奇绝无二话，一定替她办到，替她办好。好好好，就你这句话。来，喝茶喝茶。来，喝茶喝茶。难道我真的注定要孤独一辈子吗？年轻的时候，丈夫为了青楼女子弃我于不顾，现在老了，儿子又离家出走，老天呀，老天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，明辉过去有空的时候都会来陪我，现在是有了媳妇儿，忘了娘啊。人家说养儿防老，为什么这临老我却会孤单寂寞呢？老夫人，有什么事啊？我已经打听到少爷的消息了，他现在借住在周永祥以前的家里。谁叫你去打听消息的？
老夫人，都是因为我，所以你们母子才会反目。不管今天少爷怎么对待我，我都要为您设想，我一定要把少爷找回来，让你们一家人团圆。有良，你可真有心。要是明辉知道你这么为我们母子着想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怀疑你。你去找过他了吗？我去找过了，不过少爷说他对这个家已经没什么眷恋，他宁愿到牢里去陪少奶奶，也不愿再回到这个家。他真是这么说的吗？有良怎么敢骗您呢？逆子，逆子！红尘丝。